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涛鸡婆。刚刚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啊，到了我娘家这边。这边是乡镇的医院，因为我妈还在住院嘛，所以我今天回这边看我妈一下。然后如果不住院了的话，我今天就把她接回去。小泽是今天还有作业，二来的话，因为我要到医院来，所以我就没敢把她带过来。涛鸡公呢，这两天要去陕西那边。把我们家就是订的那个猪肉要给拖回来，所以呢他也没有跟我一起，因为我爸我妈都生病着在嘛，所以近期就希望他们能快点好，如果他们都好了的话，我再把小泽呀还有涛鸡公我们就一起再回到我们家。今天主要是接我妈出院啊，看看医院这边怎么说。医院进进出出，这边是主治医生开药的打针的，也真的有很多老人生病的。这边是输液室，输液室也快坐满了人了，都是打点滴的。刚到病房，我妈他们针就打完了啊，然后呢现在就准备回家了。医生说明天还要再打一天，明天才能出院，但是呢我已经来了，就先把东西先带回去。妈，你呛些呛些吗？呛些吧，买上药嘞。哎，是要给他买。好。光给他买药啊，不叫他下来打呀。他不打的呢。他也是不打呀。病房都住满了人呀。我妈因为我要把她带回去，每天两遍的雾化，因为早上一早起来就已经做了雾化的，所以回去之前的话，就再做一次雾化。那边做雾化的有好多人呢。这可比我们上一次来人多多了。雾化也做完了，现在来拉点药。这拉药的排队。好嘞，好好，你都走。我在来行政超市去买点菜。我晓得是要买菜的，我带你去。我走啊。你不想坐车啊？嗯。你想走会儿啊？嗯。好嘞，我都把车停在行政，我等你。嗯。好了，我妈药也给我爸开到了。现在我们就回去，刚好在这个镇上买点菜吧，带回去。我妈妈还不想坐车，因为她晕车，她希望自己走一走，估计精神状态比之前可能还是好多了。充电器啊？你就晚上手机充呗。要充啊，那一下转起来。没得好软吗？我妈估计是想到我要回去了，要来买点菜。不过我妈身体好一点了呢，回去就能做好吃的了。这小芹菜3.98块，这边蔬菜倒是挺齐全的。青黄瓜3.48块，萝卜9.8毛，冬瓜1.48块，还有什么丝瓜啊？丝瓜还有点贵，因为丝瓜不是这个季节的，7.48块。茄子，4.48块，可能反季节的蔬菜的话就略微贵一点点。西葫芦3.98块。这边还有紫包菜、大白菜，这边还有南瓜、美人椒、小米椒，啊，小米椒6.98块，螺丝椒4.48块，其实价格我觉得跟城市里面好像都差不太多。啊，买点香菇吧。哎呀，买了不少菜，蔬菜、鸡蛋、油、面条。哎呀，咱们带回去。还买别的呗？还买，走，咱一路去买，走。这有车，觉得把家里东西买齐全吧。平时车又不方便。好了，我们这感冒了，小车子不敢骑了，我会下来买。这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桥头，这里，这依然有重庆小面呢。妈，你想不想吃重庆小面？你想不想重庆？啊，走的怪像的。你再说人家走的怪像，没得过他们那儿的好啊。我们前儿在这两个人分一碗面条都没吃完。哦。嗯。好了，东西买完了，我们回家了。我妈已经好多天都没回家了，赶紧回去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搬到家里来了啊，然后家里的几条鱼我给挂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鱼是在盆里面腌了这么多天的，今天才拿出来，一拿出来
小喵就来了，一只喵，两只喵，三只喵，干啥呀？妈，我们吃点烧饭，我来走。我们去采棵白菜啊，本地白菜，自己种的。哦，好吃些。等一下煮点米汤，还是煮点米汤啊？煮点粥。米汤，煮点水。好，你先等，我把帽子撵。你说要把帽子撵走啊？好多猫。在镇上的时候太阳还大得很，明晃晃的太阳，坐着回来了之后天又变了。现在去菜园子里面拔白菜，这是我们家的菜园子，大白菜。嗯，吃一口吃一口。嗯，刀削面吃点呗。刀削面呀。啊。吃两刀。刚拔的白菜，刀削面，我把菜洗一下。水还挺大的。我们炒菜都在锅里面炒啊，就是柴火灶，所以我来烧火。好了，火生着了，熊熊大火。我把火烧着了，我妈说是，哎，她来炒菜，免得我还洗手换来换去的。刚好大火炒两个菜比较简单。我爸爸因为是已经吃了饭的，所以他就在山上，就是把砍的那个树枝给弄回来，所以就不回家吃饭。可以吃饭了，两个菜炒好了，菜好了。这是煮的稀饭，我妈说想喝这稀的，这一碗干一点的就给我。你有腌西辣子呗？有啊，有啊。我吃哎，在哪儿哎？吃啊，对。嗯，你去摘。啊，好久没有吃我妈炒菜。你上点，还是轻一点，还是没得好吃好几天的。这是我妈做的。就是香菜，用香菜拌的那个辣椒酱啊，啊，我觉得陶吉公应该喜欢吃，还有点辣辣的，有点辣呀，嗯，你要呗，我不要，这里都有烧了五年的吃啊，嗯，我不想吃，不想吃肉啊，嗯，想吃点，想吃白菜，嗯。哎呀，那一碗的简直是一个接一个的来，一个接一个的走，冰床都没得了。是的吧？啊，你看昨天我接你的时候，你看那冰床比上次人都多些。啊，床位都没得了。哎呀，这过年估计好多人都要那个感染。对，肯定的。哎呀，简直不得了。啊，你吃饱吗？吃饱了。吃的舒服点啊。啊，真的。吃的好舒服的，介绍。嗯，领我一下去看看爸在哪儿。去看爸呀？嗯。好大气势！好大气势！我想去看哈。我个人情况小了点，我大概的位置小点，但是我估计找他可能找不到。他们那个后头山。那后头茶园的苹果吗？我晓得，那是我晓得。啊，你一般瓜都看见那爸了啦？那我洗碗。我来洗。我洗。你洗不了嘞。温水。你先泡了，还晚上晚点我来洗。嗯。我和我妈吃完饭了，我要去看一下我爸，需要走一点点那个土路哈。我好久都没有到我们那个后山上去了，就是我们这里啊，每家每户，都分的有半座山吧，也不叫一座山，就是一座山的某一个部分是你家的，另外一个部分是别人家的。就我们家有一面山，我爸就在那里弄一点树枝回来，我现在去看看他。看到没有，我们这里的气温还比较低，竟然有些地方的雪都还没化，这是晒不到太阳的地方。小时候几乎是天天都要从这条路过。这一条路的左面有一大片的茶叶，我们的有几十亩的茶叶吧，也在这个后边。啊，这条路雪都还没化。
这里的雪都没化耶。这是干啥的？这是一套什么设施啊？还要走这样的独木桥哎！哎呀，我仿佛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。那看到没？这个茶叶，我们家的茶叶就要从这一条路往上走，一直到山的半中央，就是我们好大一片茶叶。以前暑假的时候，那几乎天天都要在这个山上去采茶。这就是别人家的，这是我小学同学家的。哎，以前采茶的时候，我们在山上面，他们在山中间，老是吵架，好像就是在地里面，茶叶地里面吵架，太搞笑了。不过这个路好多年没有走了，这路有的地方就好像塌方了，那像这个地方塌方了，以前是一条平路。我已经看到我爸了啊，那里有一个大伯在那里挖地在，他看到我了，他把我爸喊了一声，我爸回头估计看到我了。不过这个路有点不好走，这边是属于背阴的这一面，雪水还有。这都是你喷的啊？啊，看到没？看我爸没？啊，这都是他捆的。哎呀，可惜我这力气不行，下次我得把淘气棍给喊回来，把这给背回去。哦，我爸把它整理出来，都放到了这个路边。哎，农村这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看到没有？这一片树林就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这里叫丛树，实际上就是松树哈。好大一片，那就是这种树，这种树枝干了之后，它就变成黄色的了，然后引火特别好引。啊？嘛回来吧？哎，我把它冷回来了吧，明天还是再打一阵呢。哎妈，好快！快来认舒服些噻。嗯，还开不开？比跟哪几天呢？强点了吧？这边又给你弄了点油。给你弄了点感冒加消炎的油。京东年成安也买了，还买了点头孢。头孢。啊，头孢消炎噻，那光京东年成安它不消炎。我还以为你开的很噻，妈说你还开在的，我说把你也带去打针呢。啊？不要紧的。嗯。我给你拖一个回去。我这个鸡蛋你得拖两个。我准备拖一根回去。我爸说是把那根交给我。他现在把那个树枝的部分砍掉，树干我们要把它砍回去。我来剁两下。嘿，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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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就扛着这个棒子先回去了，我爸爸还得一会儿。我好拖回来了。这刚吃饱了饭啊，扛一根树回去。哎呀，好多年没有这
这种体验了，真的感觉回到了小时候，至少有七八十来年都没有到我们家树林来看过了。算了，我就留在家里吧，每天跟我爸上山砍柴打猎，骑马，没有马啊，我们这里驮着驮着走着走着还有点小累，休息一下。我一下子就把这个树给竖起来了啊，就从肩膀上下来了，我待会儿得换一个肩膀试一下，不然一个肩膀有点难受，这长时间没干活了。待会儿我要换个衣服，我再上去驮一下，不能再穿这个衣服了，这个衣服这个面料我还给勾破了，好歹还是件羽绒服。好了，我要换个肩膀驮了。好了，驮起来了。其实路一点都不远，就是拐两个弯就到了，比去我们柴园还近一些。不一会儿天就黑了，六点多天就黑了啊。老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安静呐、啊，看天上的月亮。天一黑啊，我就发现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的灯都亮着在，而且是门口都会有一个灯，只要有灯的地方就说明是有一户人家的，包括我们这里。我刚才问我爸爸啊，我说以前我们家就没有这种情况，每天还要把灯给亮着呀。我爸说是这个灯的话是那个就是上边安排的，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啊，这个灯呢到晚上十点之后就给你熄灭了，但是这个电源呢是还是接到自己家里的，说是为了农村的亮化，免得农村家家户户感觉就是没有灯光一样吧，有人烟的感觉吧。我觉得晚上可能确实是要好一点，你看这出门呢就不用自己再拿个手电了，确实要好一点吧。